好吧，我们出发吧。你干嘛？有一点。还 OK 哈、哦。算了算了。From the first time I set my eyes on you. 我说你要看吗？好。Hello。我看看，你要加油二把喽！这十个月的第二集就这样开始上演，和上次感受实在不一样，孕期真的比第一胎辛苦很多。因为这一次的孕期，除了慢慢变大的肚子，还多了伦伦这个小捣蛋要照顾。虽然累了不少，经济压力也会变大，还有时间不知道怎么了，永远都不够用。不过我想到伦伦可以有个伴，还是让我们觉得很值得，很幸福。啊，你爱姐姐啊、哦！而且有第一胎大出血的经验，所以我们一直不敢太开心。结果第六周的时候，在巴厘岛，第二天就开始出血，一点点出血，这样子，蛮大一点。跟第一胎怀伦伦的时候有点像，但是这次我们在巴厘岛，所以没办法看医生。觉得有点担心，觉得超紧张的。我现在每天都吃不下，又睡不着。我一回国就来医院，结果鸟夫人她又在住院看胎了。要在我复原的时候，妈妈帮我马赛克起来，把我眼睛用一个黑色的一条长方形盖住。不过我们刚才在传音波，好险还有好消息，好险宝宝抓得很紧，真是太好了。接下来的每一天，鸟夫人更是小心翼翼地保护肚子里的宝宝，其他的所有家事就一样交给我们父子俩咯。其实就算没有怀孕，也都是鸟先生在做好吗？不然我生小孩你要干嘛？第十周拿到妈妈手册了，好不容易、啊、你看他多开心。是个妹妹。第十六周知道性别后的爸爸，好夸张。期待每一次的产检，想看他的小手小脚，还有听他的心跳。第二十周的高层次超音波是妹妹的 4D 超音波，这就是伦伦以前的。妹妹是不是有点像哥哥？是妹妹啦。接下来的孕期，鸟夫人身体开始比较稳定，医生也同意让我们带着妹妹出游，继续创造我们一家人的回忆。三十二周的肚子真的大得不可思议。我讲话。每次产检验血验尿，还有糖水测验，测胎心音，还有到后期肿到不行的双脚，真的是辛苦鸟夫人了。是弟弟还妹妹？妹妹。伦伦似乎也知道自己要当哥哥了，希望你会好好的照顾妹妹，好期待和妹妹见面。But you showed me what it means to be loved. The way you touch me, hold me quietly. You're everything I am not. It's when I have you in my arms, I feel undone. So in a long way, I've come to say I love you. 在动耶。十二月一号的清晨，鸟夫人突然破涕落红。走吧，我们出发吧。哇，你又要妹妹了。对，妹妹妹要出生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那个厚的外套快穿了。好，你要等音乐不乖哦，当哥哥喽，好不好？乖。OK 好。跟妈妈说加油，加油！好，我们开始了。依旧很担心，好想陪在她身边。终于见到妹妹了，好险一切顺利。But you showed me what it means to be loved.
When you touch me, hold me quietly, you're everything I am not. It's when I have you in my heart. 能不能休息一下呢？That you show me. 你有看到妹妹吗？有看到。我看一下妹妹。Hold me quietly. You're everything I am not. It's when I have you in my arms. I feel under. 老婆，再一次谢谢你。Way of come to say I love you. It's in a long way of come to say.It's in a long way I've come to say I love you.